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陈妈妈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小孩会喜欢的、夏天很好用的游泳池组。冲击泳池组，运动组，里面它有一个主体的泳池，然后两个足球框，一个网子，还有一个打棒球的。球。我们今天来介绍它。打棒球。我们给小朋友玩水。准备。打开里面呢，这一个就是游泳池的里面的主体。嗯。然后旁边呢会有排球，排球就是会有两根，等一下我们要灌水跟充气。然后它的网子就在这里，然后另外还有足球的网子，就这两个球门，对，球门。那等一下这一颗 是排球，然后这个是棒球的这个座，好，还有棒球棒，足球已经被充起来了，弟弟 ，DK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充气跟灌水。好，底下的话就是要注水，它才会有重量。One。可以在旁边玩，来，一起打。现在再把主体的泳池把它冲起来，哇哦，冲起来了！有些东西不太好灌，用嘴巴吹等还快一点。快，把拖子都灌。那我们把它泳池冲起来之后，现在是一个足球场的一个模式。它有一个球门。都组装完成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综合体育场的概念。综合体育场，还有一个球场，两个球门，然后一个排球网。但我觉得这个网子好像蛮脆弱，他们头上都弄平了，就毁了。来一组就这样，那大部分东西几乎都可以分开用。我们之前还要把球门拿去摆在草地上面，对，直接就可以来拿去公园草地上面就当足球球门，然后棒球也可以摆在公园玩，所以不玩水也可以拿来用。对，这个水陆综合，水陆两用。所以推荐给大家，我们觉得这一组真的还蛮不错。棒的这一组。好，你们去玩吧，去玩吧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了。好，拜拜，哥哥，拜拜。